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间这个淮扬菜系的餐厅啊、哦。那我本人其实来温哥华已经差不多有20年了，还是很怀念家乡的味道。从小呢，在这个南京长大，所以我们吃的菜呢，你看我今天是点了满满的一桌。其实不单单是有比较上海菜系啊、江浙菜的、啊，然后还有一些是比较像是三杯鸡这种比较台菜的风味，都是我很喜欢的。所以今天呢，为了来吃这顿大餐，早餐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吃到，一定要大快朵颐。